婶说车我可以不用，但是第一我不可能不拿。哎，直接被霸他上墙了。萧瑟跟婶两个人反超，前面的进道点婶也没有出现失误，而且出弯速很快，没机会。3秒，再甩不是？如果哎，那萧瑟自己失误了，这里自己失误之后，萧瑟和萨萨两个人也有一定的差距。不过这一局比赛，萨萨如果拿到一个同分的话，将会和不朽再来真的进行一场加赛。而同样，恭喜沈拿到了自己这届亚洲杯最高分，是的，99分。悟空这里要被一反超了，但一蹭了一下墙，这一波卡位，看一下谁能保护好自己。悟空没有对抗过，阿峰脱飘，我们连带。哎，大胆自己贴死了，这个致命的失误。但是四个人又都搅到一起，也不好说，第一波对抗有可能发生2次失误。这四辆车，一抵开了蛋仔，抵开了他这场比赛史上唯一的对手。一也被卡上墙了，阿峰被卡上墙了，悟空也抵掉了自己场上唯一的对手，全乱了呀！一这一局能够拿下小组第一，再次冲线，恭喜一拿到了小组头名，第一分拿了。拿了，后面没15点了。对呀、啊，前面这几个弯道在没有对抗的情况，大家都不会发生主动失误的。一帅，前面，速度，等等，这个路线狮子更好啊，讲一下11分呐。阿诺狮子再拿第一，第一名阿尼肯定是锁了。而阿生这一局比赛也秒多，兄弟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凑第3了。是，哎。阿康现在是距离不够，3分还是不够，哎，不能再失误了，机会不够不够不够 ，ECU build 过来也还是 A 够了，0.01，对，0.0，这都行，哎，有一个就是飞了，东方，王大仔这起步顶进0.7，有点多吧，东方这个点稍微一放慢，然后影响到的是阿生，对，给顶出去了，对。蛋仔顺利冲线拿下11分，两种思路，对，现在起码第一圈看下来是能跟着，是，但这个跟着其实不是特别顺利，这个动作下来之后人就直接反超，哇，4.0到了，这里没延上，但是你跟一个时空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小玉极限速度极限也可以完成，一个3.47，恭喜小玉。0.1秒，这里能上去蹦一下吗？贴了一下，但是没有挤到。冬瓜的路线很正，最后要弹吗？弹过来，哲仙内线反超，恭喜哲仙，5-0。但身不由己啊，但对抗了，能过了巨蟒，给卡掉小喷，正好卡掉，完美对抗。阿康再想卡回来的话，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机会了。那月上是可以扳回1分，是的，通过美洲大峡谷，恭喜月上有惊无险啊，找回了点场子啊，终于。这里也都不弹了，哎，但是悟空掉分了，对，被卡掉了，就看路线了。萧瑟这个点也没有其他的完美路线，点掉过来，最后一个断空，我们可以恭喜萧瑟，通过爆爆淘汰赛拿下了第一个正赛的名额。就这个是关慢了，对于维哥来说是更大的考验，同样对于子聪来说也是，因为他的赛车性能没那么强，维哥只有单喷，知道就慢了，就看子聪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极限性稳到，哎，啊，没机会了。子聪的视角里面头像突然消失，他就知道维哥发生了什么，所以这边有一些小失误也影响不大了。1分30秒94，他起步，起步狮子和小狙，后面2.7，地心可能要跳到3。应该是一定会跳的吧，点飘过来，狮子1分00秒15，打不过就快了，是的。亲爱的赛车手们大家好，2024亚洲杯外卡赛和 S 联赛选拔赛已经结束了，对于本次亚洲杯的选拔赛，车手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呢？ S 将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一周的精彩瞬间吧。一，老将偶尔新人子聪哲仙化身外卡双子星，作为史上最俊的亚洲杯外卡选拔赛，本次聚集了路人王以及前职业等众多大神，其中子聪与哲仙两名联赛老将可谓是叱咤风云，哲仙不仅在六人混战里面能领积分第一，更是在最终的 solo 赛中以大分2-0战胜了冬瓜晋级正赛，
子聪在面对劲敌时也是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与状态，在与波波的激烈碰撞中脱颖而出晋级正赛。子聪和哲仙的携手晋级也一定程度地改变了外卡赛的格局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正赛中的表现吧。二，阿康王稳扎稳打，黑马之姿大放异彩。7月3日的第四场比赛的战果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赛后也是被称之为真正的死亡之组，阿康、子巅以及一三人在这一天的比赛里的表现都很惊喜。最终阿康和子巅都是凭借自身的稳定和极限，在第9局结束之后，双方以平分进入第10局的加赛。在最后一局的 solo 里，阿康在率先夺得起步优势以后，就再也没有给到任何机会，极致稳定的跑法以及路线让人惊呼，最终战胜子巅登上组一。 S 将不禁回想到春季赛5月8日的比赛， W's 一首次更换 solo 位，有阿康对阵宁青，阿康王内心表示我打宁青，终于在亚洲杯的今天也是证明了自己有这个能力。三，战神归位，沈四连组一登顶榜首。在本届亚洲杯 S 联赛选拔赛中，沈的表现可谓是极为亮眼，达成了4天连续小组第一的好成绩。不论分组如何，无论对手是谁，都无法阻挡他的步伐，最终通过自身的极限取得一场接一场的胜利，拿得了本次选拔赛的头筹，更是在7月5日的比赛中达成了9局8冲，收获了99分。希望在接下来的正赛他能愈战愈勇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四，正赛名额尘埃落定，随着冒泡淘汰赛的结束，我们的选拔赛正式收官了，晋级名单也尘埃落定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亚洲杯外卡赛的2名选手分别占据了今年积分榜的前2，让赛车手们都直呼厉害。而宁青逆星在经历了起伏不断的艰难过程后，也是通过自己不断突破，打破外界的质疑，收获了较为完美的结果。萧瑟在面对自己亦师亦友的好哥们悟空时，也是交上了一份最满意的答卷。赛后悟空也是发文鼓励了自己这位表弟来到 WC 双子星相爱相杀的内战，火象教练表示两位选手都加油的同时，在台下几乎急得要打滚啦。不过台上重拳出击的两人到了台下也都得一同共进晚餐，当然必须是某人请客哟。五，赛后抽签，又是谁和刘夹贝在7月6日比赛结束之后的抽签环节，正在首周混战指定赛道为超险基地，即使在备选赛道有星梦游乐园、决战、雪山之巅以及超险基地。当蛋仔看见抽签地图之后，直呼大事不好，希望其他选手们在首图中手下留情，轻点奏压。阿妮在看见指定地图时也是表示崩溃，这下更让 S 将期待正赛啦。当然提到正赛，这不得不聊一下讨论度最高的分组抽签啦。经历了选拔赛后，我们裁判长也是稳定发挥，既然接连2天抽到蛋仔、小玉、宁青、月上在同组， S 将不禁想问一句，裁判长今天你洗手了吗？此将的评论区也收获了不少热心车手们的留言，除了感叹这么低概率也能碰上之外， S 将在这里也希望无论抽签结果如何，每个选手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，在赛场上努力加油，一起冲冲冲。话说到这里，即将到来的就是我们更为紧张刺激的正赛啦，大家记得定好闹钟，比赛将于7月17日正式拉开帷幕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